三民国中生活圈机能成熟，紧邻内湖行政中心，房价亲民，吸引建商推案。想在台北市买房的首购族，赶紧来一探究竟吧！三民国中生活圈北边临近三军总医院，南有国道一号，西至瑞光路，东则至民权隧道与四期重化区交错。也因为生活圈开发的早，机能好，离内科商圈车程一分钟，开车六分钟就到家乐福、好事多。想散步还有湖心公园及下湾公园。有别于内科园区的繁忙，这里生活品质佳，连房价也亲民。其中以公寓最受首购族青睐，一旦有二到三楼公寓释出，都相当抢手，吸引不少内科上班族来此购屋。不过此区开发早，新建案比较分散，区内有白天鹅机构预售案森美，规划地上八层纯住宅华夏，坪数21到45坪，二到四房，才开案60天，八月底就已经完销。也是中小坪数的文心日日，由文心建设开发新建，一楼有一所书店，是内湖最美的文青书店，主力坪数26到30坪，两房和车位有机会2000万入手哦。喜欢交通功能好、 CP 值又高的地方吗？来一趟三民国中生活圈附近，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哦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这是他跑得更快更好，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